有正气，在七台石间，在晋东湖滨，在秦丈量川，在汉蜀间，为燕将军头，为济世忠心，为张绥阳死，为燕长山生，我为了东毛秦朝李冰雪，我为祖师庙鬼神齐庄严，我为渡江计开吞虎剑，我为其贼虎，你梳头破脸。帮我凛冽万古春，荡气观日月，生死安祖伦，你未来一来一尊，山岗是性命，道义为之根。借鱼勾羊酒，你也是不离，出秋养气满，转居送穷悲，烟火甘如饴，求之不可得，临方去归火，春园碧天黑，鸟迹同一早，几起风方时，一早莫不好，分作勾中计，如此在寒暑，百里之皮，爱在君如常，为我安乐过。
心在苏西。方言战速度不到赵延生，这人日已远，天心在苏西。方言大家好，我今天讲一个题目啊，就是浩然之气。这个浩然之气呢，就是出自在四书之中的孟子啊。孟子呢里边有这种浩然之气，这一段是出自在公孙丑篇啊，是第二章。公孙丑呢，他是孟老夫子的得意的一个高祖啊。他呢有从政的这种才能，可以说是很会做官，能够帮助国君呢处理一切的这个国事。有这么一天呢这公孙丑啊就跟孟老夫子说了老师啊，我请问您呢你有什么长处呢？孟老夫子回答说，那我呢就是善扬我的浩然之气啊。公孙丑接着就问老师啊，什么叫做浩然之气呢？是不是你老给我解释一下于是乎呢，孟老夫子就把浩然之气的这种意义很精益的阐述出来了。我们大家讲师点声师们，我们讲到时候时常的引用孟老夫子的善扬浩然之气这句话好像我们常常听到，所以呢我呢就简单地来解释，希望大家都是修道办道，点穿师讲师谈足能够学习孟老夫子的浩然正气，能够当然就是修得好，那么办得好。然后呢又说，敢问何谓浩然之气孟老夫子又说了难言也，很难讲，气为气也。这个浩然之气要是解释的话，它是一个气的话，可以说是至大至刚你要是滋养一直养它而不伤害它，它呢就用浩然之气就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呢那么公孙丑就请问孟子什么是浩然之气？孟老夫子就又回答了浩然之气就是很难说，那也很难形容它，它呢非常的大大的呢没有办法形容，
无穷无尽，也没有限量啊。那他呢也非常的刚强，他是不会屈也不会凹的啊。你只能够一直的培养他，一直的养他，而不可以间断啊，而也不可以伤害他。这样子能够持续去做的话啊，这个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的啊。那我们怎么解释呢？今天我们啊都是修道办道，嗯、啊，老师名师啊慈悲给我们开的这一个窍以后，那个窍我们都知道啊，就有一点佛光显现出来啊。那么我们呢就往自性啊里边存养它，存心养性啊，修心练性啊，啊要存养它，那就很容易了啊。你若是偏了离开了，那就没有了啊。所以呢他取它就是用之不尽呢 啊可以说取之不竭，取之不厌啊，用之无穷。这种佛光是可以培养的，嗯，也可以是佛光啊。既然是佛光呢，就要培养它，慢慢的修，慢慢的办，慢慢的兴功。而这个浩然之气呢，就是我们的佛光啊。佛家讲佛光，儒家讲就是浩然之气。那么浩然之气呢，要怎么样培养它呢？啊，那就是说我们修道人哈，随时随地啊，我们的心就要正啊，心保持着光明正大啊，坦荡荡啊，养不愧于天，富不足于人，随时随地心都要修啊啊，去浊留清啊啊。就你要是这么样修下去，你心之于外一定是一个正人君子，非常有修养、有德性的一个人啊。你要是进一步随时随地去帮助别人来学圣贤，你自己学圣贤，你就要帮助别人也学圣贤，也学菩萨啊。我们在自己在发心，随时随地发这个佛的啊，至高无上的四无量心呢、啊，这四无量心啊，就是慈悲喜舍。那我们这行之于外，就是大公无私，见道成道。要是贪到一个德性方面啊，内在你有内的德性，外边外在有外边的德性啊，内有内的功，外有外的功，这就是培养浩然之气。可是我们要小心了、浩然之性很难养它可千万不要伤害它。伤害它的就是怎么伤害呀、就是我们内心呢常常起无明就也就是常常有一种多疑心、怀疑心啊、嫉妒心、怨恨心、不满心啊，以这个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意，这都是不应该有的心。那我们对别人都没不能信任他啊，你就是这点小事情啊，你看认为不算什么，那就是伤害的你的浩然之气。浩然之气只能够养他，绝对不能伤害他。也就是说呢伤害你，伤到你的心的啊，你内心已经不光明，已经不正大了不但影响浩然之气的这种又刚又大的气，而且呢你要是再继续想就这个气啊慢慢就消热减热了。所以我们要小心了，要小心谨慎一直知养而无害一直养它不能伤害它，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功夫啊。
其为气也，配于于道，无事雷矣。就是说呀，这个浩然之气是配合一切的正义跟这个大道，就是一心修道办道替天行道。那我们呢，假使没有求道，那怎么配合道呢？如果知道的道的根本了，像我们佛光的种子叫它怎么样能够壮大呢？如果我们本身有求道，又能够配合一些的义理呵护道理事情做外在的功德的事情，又要培养这个浩然之气，那就太快了。这个浩然之气一直养它，一直养它，不伤害它，它是一直的就大起来了一直就强起来了所以是应该讲是很容易的如同呢我们自己如同说，比如说我们养我们的身体，养我们身体方面，大家都希望身体健康，是不是所以呢每天吃的东西都要讲营养什么生机饮食啦注意卫生啦什么多种维他命啦什么蛋白质啦油脂吸收一点啦拿捏得很好又喝水呢，现在都是流行什么喝健康的水，还有喝黑麦汁啊白麦汁啊这都是健康吗？现在这个肮脏的水，不我们不了解的水都不敢喝了，这什么原因呢？就是避免伤害到身体那今天我们吃东西时都这么样的注意营养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身体健康起来，哎呀多活几年吧，人生难得呀。但是我们修道办道呢应该是爱护的身体当然要爱护，那么进一步呢也要爱护我们的慧命要知道生命是有限的慧命是无穷这样子不能与天地之间的这个义理正道养慧命，不给它影响养得很强很大很刚，那么浩然之气也就雷矣什么叫雷矣呢？雷就是卧了，就是这个就消了所以从现我们要是修道办道的大家要小心了应该立志向小心内心想的事，不要胡思乱想，讲的话要善思而后言做的事要善思而后行对道理不合乎道理的对人不合乎理的事情，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我们统统不能做，要一切的避免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所以浩然之气那就是这么样养下去，不然的话呢，你随便讲话随便想事随便做事，这是消得很快因为这样子大家要随时随地注重修养。所以孟老夫子的就是曾夫子的三省燕老夫子的四悟，时时刻刻要省察自己所以浩然之气它不会减少，也不会减少，慢慢慢慢还是自然增加的。那么这个气是记忆所生也这个浩然之气是记合一切的义理道理一切的功德所积累的所生出来浩然之气
又说呢，非异系而取之也，心有不确于心者则雷矣，这是怎么解释呢？浩然之气要充塞于天地，好像是佛光啊，又大又圆又亮，哎呀，这点上师啊，求你慈悲啊，给我佛光普照啊，给我们照一照吧，给我们讲讲道，成全成全吧。所以我们要是自己自我检讨，我们自己修的好不好啊？内功有没有啊？外德有没有？是有没有啊？自己都没有的话，你怎么去给人佛光普照？你怎连自己都没有办法，你怎么照亮别人？所以佛光普照一定要有浩然之气，超人之气，你慢慢养它啊。你怎么养呢？就是集合呀，一切的仁义啊，成人就义，随时随地做仁德的事、义理的事，就要兴功累德，有小功小德慢慢的积累的大功大德的事啊。如此呢，他就这个浩然之气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光，越来越亮啊。这并不是表面的功夫啊，就是谈到这个非异系而取之也，系是什么呢？系就是偷系，偷系就是，今天我高兴时我就做一点这点好事儿、功德事儿，我就不高兴了，一闹情绪啊，我就不做了，那就休息吧。所以这就说浩然正气，不是高兴的时候做一点两点一件两件好事就可以偷到了，这不是偶然得来的，而是呢记忆不断的积累一切的义行存好心，讲好话，办好事，度好人讲好道理是这样子，就是日积月累而成的如果我们一个人的行为假使不能够谨慎，不能够小心讲话不小心做事不小心，那你要如果匆匆大意的不小心伤到人，伤到事，伤到自己那时候我们良心一定会受责备又是修道办道人很敏感，随时自我检点检讨，就会我们自然的不满意自己，觉得呢我们内心很有愧疚，很惭愧那就自己对自己不满意，就很不高兴，我怎么这么样不争气呢？前两天很好，这两天又是不争气的，还是随便讲话随便做事，随便想事。如果这样子呢要小心了，正气就会消失了。如果我们是大家是真修真办的人随时随地要提高警觉，当我们立场不同现在说什么中字班呢、义字班呢，提拔到摊主讲师点穿师了，那立场提高了，会影响到别人，那所以我们的心境也应该随时带有提升，随时要保养它，绝不可以伤害它一定要是兴功立德，不断地行人是就义，这就是有功常常你建功立德自性一定会光辉自然有光辉。你们的讲师们不是常常讲到引证一个故事吗？苏大仙说过既守天外天，佛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这个都会说可是佛印参师回了一个字，这个字不好听我不便于出口，你们都知道。结果呢就回答了，八风吹不动，那下边那一句你自己猜吧那就是我们修道没有火候修道要有火候的话要八风吹不动，八风吹不动你才是有火候你才是端坐紫金莲，就说不要因为小事情你就是不高兴你就翻过去你就是不你就是惹事你就生非的，那就是受考，那都起对待
啊，要八风吹不动，就是练火候，啊，练好火候，我们人的这个环境随时随地都有变化，不是说一路顺风啊，有时候顺风来的话，顺来就逆受，啊，如果有逆风的话，逆来就顺受，说因为怎么样的顺逆，我们就不动于衷啊，内心不动，还是我是这样，我还是这样子，经历一些考验，这才可以慢慢的培养成了大功大德，啊，你才有成就，你才成功，那就是一切经历一些考验，啊，所以我希望今天各位点穿师讲师谈祖一个修道人哈，都要赡养好人之气，一定要兴功立德，啊，培养好人之气有光辉呀，啊，能够照亮自己，照亮别人，啊，将来道成天上，名流人间，这才不会白修，不会白奉献，才能够成功，啊，大家你能够成功，影响道场，大家都成功，那就是功德无量。好，那就跟大家结缘啊，讲一堂课，就是静静静，啊，这个静静静三个字，我想呢，是我们修道的三步功夫，啊，我们是一个修行人，不能够忽略自己，也不能够不重视自己，啊，应该培养静静静，啊，培养的静静静，啊，才能够说有浩然正气，啊，有那种威严来修道办道。这三个字大家会知道，音是相同，字就是不同。那么第一个静，就是恭敬的静，啊，第二个静是清静的静，第三个静就是干净的静，因为是音同字不同，所以它的意义也就不同。先谈到我们这个静，啊，就是这个静呢是恭敬的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修道人哈，应该要主静存诚。所谓主静存诚，你就要诚实啊，内心非常的诚实啊，没有一点虚伪啊，又要尊贤啊，你诚实的人啊，就要尊重有修养的有德性的人啊。人如果对仙佛啊表示的是主敬存诚，很有敬意啊，如果常常这样就敬意啊，对其仙佛尊敬，那仙佛一定会帮助你。所以自古以来啊，先圣先贤啊所传授的一个根本源头的真理啊，我们都是谈到这个敬字啊，这个敬字呢就是很重要一个关键。我们修道要尽我们的心了啊，尽我们的心就要敬守此心啊，敬很纯净的守住我们这个真心啊，守住我们的本性，那么守住我们这种道心。如果我们守住我们的真心啊，你的心就能够定，有定力的话，你修道啊，经历起考验，经历起磨练，就自然啊没有一些的障碍。你不尊敬你的佛心，那你的心呢就不定，不定那就是障碍就多了啊。如果你收敛一切后天不好的习气啊，不呵护正气，正气的气啊，不呵护正理的气啊，正气的气不是好人之气啊，我们必须啊以这种意志力来降服，意志来降服它，哎呦，这样子使我们的心平气和。说修道不容易的，要有功夫啊，功夫就是要降服你的心啊，降服你的身。如果你啊一个人哈，心浮气躁啊，虽然是修道办道，你坐也坐不住，你站也站不住，心里边不知道做些什么，没一个归向，
你就不能安心的定性的啊，在自己的岗位啊，我们不是说树其本位吗？啊，在其位谋其政啊，啊，那你天天啊，你就不知道在做些什么，总是心浮气躁啊，你就没有一个静的功夫啊。一个我们一个人，应该修道人哈，修行者要有动有静，动静之间都要主静存诚，啊，动这个时候也要静，静清静的时候也要静，什么事情都会静下来，啊，静下来以后，你的学心就不动，啊，人心就消失，啊，不没有善没有恶，完全是道心用事。那道心用事的话，那你一定事情都可以成功，办什么都可以成功。所以，只在一个静字，啊，而失败呢，必然是一个慢字，慢就是怠慢一切，不重视，一切疏忽，一切不重视，啊，所以我们的心呢，都很容易被摇动，啊，受到外在的这种感染诱惑，啊。你的内心呢，一天到晚摇摇摆摆，没有定，没有定。如果我们这个真的修得好啊，修得好很有定力，啊，经上也说过，定力如山呐，魔扰不乱。这句话要有功夫啊，定力如山，魔扰不乱，外在的一切的干扰啊，干扰不了你，就是美色现在你前面。也不会动于中，啊，泰山崩于前，也不会动于色，这叫经历起任何考验，这就是了不起。一个人如果没有定力，就容易昏沉，就容易迷昧，就难以清啊，啊，难以明。唯有呢，主静存诚，啊，由这个静字达到了明，啊，所以我们要有这种慎独的功夫啊。啊，不能够随便动念头，随时随地注意自己的思想，啊，注意自己的思想，不能动一些邪心呐、邪念呐、杂念呐、杂思了，都一切都没有它，脑海里边就是好像是我这样子小心，就好像是呈现一种失之眼睛来看着我，失之手来指着我。哎呀，你要小心呢，不要随便动念头了，这就是慎独的功夫啊，这是慎独的功夫啊，很严格的要规律自己。一个人走静啊，内心静于心啊，你心之于外就是静于身，那你的身体表现的事情啊，时时刻刻静于人，静于事，就是也主要要敬于你自己，对仙佛要更要恭敬啊。如果这样去做啊，每天每天的功夫是主静存诚，日久天长，那你自然就身体强健啊，强健的身体浩然正气，就很有魄力，就很能办事啊。所以你能够仁德的心待人的话，以慈悲的心来帮助人的话，那当然人人都喜欢你，广结善缘，广结佛缘。那我们如果能够是这个是能够接受一切的劳苦啊，一切的辛劳，一切的劳苦，为道场奔波劳碌牺牲奉献，自然就会感动的人敬身亲的，人很尊敬你啊，鬼神都很钦佩你，甚至于都会帮助你，这就是浩然正气啊。那我们小心呢，你防止你内心的胡思乱想的欲念，不合乎正念的欲念，贪心啊，妄想啊，意想非非的，这个我们修行人都不应该有它啊，不但不应该有它，一点萌芽的机会都没有，就如同啊，那个时候这个功夫啊，就如同是逆水之舟啊啊，你可以逆水之舟，你要用力的撑，你这一歇的话，一休息，这个水哇就下去了，又冲下去了，啊，那是太可惜了。
所以我们要时时刻刻用力来拉住它，掌握它，那我们就尽量的做我们本分应该做的事，那就是修道，就是修心，半道尽心了，就是在其位磨其正，每天呢，就好像是趴了一棵这个树枝的树，趴树啊，是很困难的，修道如同是高树爬树，那个上去容下来容易，上去难。如果一松手，说法都下来了，就一慢慢的爬爬爬爬，越高的话越困难，一不小心呢就滑下来了，所以要用很困难，要用小心，要用谨慎，还要用力的往上爬。所以呢，要有德行的一个修行人，有德行的一个君子哈，处事每一件事情都要用敬畏之心呢。这事情还没办成功呢，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恭恭敬敬办这项事情，要躬行实践。所以这个要素以待人，凡事皆留余地跟人相处。所以说呢，功不都居，过不推累，焉以累己。如果这样子事无巨细，事情不管是小是大，不敢疏忽大事要谨慎，小事也不要轻忽。老先生说过一句话，老师常常叮咛我们一句话，小事情交给你，你都办不好，那么大事情当然就不敢交给你了。所以这句话讲得非常好我们呢有时间多看书要更努力。所以书中圣人讲的话都是教导我们，启发我们的话自己应该负的责任，这个事情我们也要请别人共同来做如果这个事情做成功了，我们要感谢大家，如果没有大家帮助来给我们配合，怎么会成功呢？所以有功我们不要独居事情做不好，应该在失败上为什么失败失败以后好好检讨改善不应该把责任推到大家身上，就常常记住功不独居过不推诿这两句话就可以担当重大的责任，就是得到无量的福气所以谈到这个静，就要注意，要主静存诚，专心致志这样子做你一定会成功。是静静这个字呢是应该上还是不容易做到，人能够常清静天地系皆归就意思说天地自然都会接纳你你就自然也会接纳天地。圣人说过定静安睿德，这是功夫呢老师思维传道给我们开到这一个气儿，让我们知道止于至善的地方，把自己的志向定在一个佛性的地方二六十颗不离这个常情常静，你才有定力，你的心这一静
这一清净的话，身体就感觉到很轻啊，啊，心就不会放纵，啊，立在一个不动之地，啊，那你随时做事情都很自然，很安详。你做事情的时候，你的思考力就很强啊，思对方面，从你自信之中的良知良能能够发出来，就能够感受到一股很奥妙的一种泉源，妙不可言啊。在这样子调和你的心，调和你的身啊，平衡你的心性。如果心有所思啊，那就我们这身体就跟着有所作，所以称于中，心有心于外，那你的心身就不调和，要时时刻刻要有静，清静的静，能够清静，自然这个恢复你的原来的哈、啊、元精、元气、元神啊，清静能够保养你的精气神，使你啊延年益寿。思虑杂念会伤害你的心性啊，这个所以修行人要特别的哈、啊、修心养性。你要有你有一颗如果刻薄对待的念头，你就没有仁德的心。如果你贪心啊，取到一个不义之财、不义之物，做不应该做的事，你就是不义之人，所以当然就要小心了。所以我们要赡养好人正气，守住了什么？守住了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啊，也就是圣人说的存心养性，道家所说的武器朝元，这个理都是一样啊。那么最后呢，才能够达到天人合一、自性圆明、智慧大开的那个时候，就是清净。那我们开会啊，如果我们现在道场之中的策划啊开会。开会你不诚心敬意，不诚心敬意的话，心不投入，心不在焉啊，开的一半的话你就溜了，你心就不能清净，精神呢就生你这个精神都不能记住，你都没有精神。人家开会是精神贯注啊，全心投入，那你在这儿开会的话心不在焉啊，你打瞌睡或者是借故的溜跑了，你说这样子你怎么是叫做安分守己 啊，所以人这个精神哈、啊、就有一种安静啊，安静啊，你的智慧就由应该你有精神而生，有智慧。所以一个人哈、啊、有智慧的人，精气神就能饱满啊，精气神一饱满啊，就是有智慧，有智慧的精气神饱满，就是用这种是互相的啊，精神充沛。说日久是年深的话，你都有功夫了啊。所以如果你内心里摇摆啊，一个字贪恋这个恋字摆摇摆久了，你就不能静，常常干扰你自己。不是练点贪恋点钱呢 啊或者是胡思乱想一种不应该想的事情啦啊，什么过去的贪恋改不了啦，就是没事去找麻烦。所以你贪恋有什么用呢啊，过去的通通都没有了，都不要了，你就失分清净了。所以修道求其放心了啊，放心了，身心一切都放下，都放下，你就清净自在，心很静，那你的自性很清，清则明啊，就可以恢复本性的光明，那现出你的本性的光辉啊，那就叫做妙智慧，妙智慧。所以我们动的时候，不要常常这个念头在动，不要常常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那就会造成很多的罪过错啊，心里想的不好，嘴里讲也不对，这我表现出来更超越一些不应该做的事。
这就罪与过错。说我们一心清净，就有定力的话，很有清净的，有定力可以照见万物啊，好像一切你内心的都这个思想方面都是光明磊落啊，是自然就我们这一片春意呀、啊，春天万物都欣欣向荣，你讲话也是很好听，大家都接受你，你办事也是办的都是帮助大家，大家也都接受你，所以那个时候就好像春天呢、啊，万物欣欣向荣，好像一片鸟语花香，呈现一种美景，所以一切唯心造，所以万法由心生，万法由心灭，一切唯心造这几句话，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也就是说，事来则应，去事去则静。我们心中啊有个宁静啊，事情来了我们就办这个事情，事情去了我们不留一点丝毫，有叫他这种滞留住，这种常清常静啊，这两种方法啊，第一要避免进入是非之场所啊，是非之场所我们不要涉入，不要进去，不要制造麻烦啊。第二呢，不进入势力的场所啊，势力哈、啊、有权有势一种场所，我们不需要介入，不需要进去啊，也就影响你。如果你是进入这个场所啊，又有权又有势或者是很有是非的地方，那就影响你的清净。再说这个清净的净字哈，不是从是寂静，哎呀，都是静静，都是没有事儿的啊，都休息吧啊，那个就是不对的，那就是临时就是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啊，你就是没有智慧的，临时做的什么事情都是匆匆忙忙，应接也就是不能恰到好处啊，也就不能够是条理井然啊。所以我们现在是叫静，真有静的话，清静的话，自己要有主见，要有定力，这是何等的镇静啊。你静也可以静，清静的时候都是一个人也可以静下去，你动也是可以静，在动的话我们内心还是清静啊，不要乱啊，不要乱，动静都能够笃定，你动静都自如，都能这样子笃笃实实有定力，这就是证明你这个人有功夫啊，不急不躁，有功夫了。那清净无为啊，可要注意无所不为。哎，我一心清净了，我吃饱没事，我就睡觉也是清净，吃饱没事眯起来，不管事儿，不跟人相处也是清净，那就是那就没有用。所以我们清净是无为之中，要无所不为，办道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什么都不怕啊。办大事的人啊，都是没有畏惧的心，如同我们一个修行人啊，以心静，这个时候无人相，无哪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以无为的心，我们行有为之事啊，才能够达到是无所无不为的奉献。如果距离小我，哎，就是我的，就是我的，啊，分别论词，啊，通通是都是为了你，为了我，那就不能够做到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就没有办法担当大任，人家也就不会提拔你，也就不会尊敬你。所以我们办到受苦、受罪、受劳、受毁谤，一切都不怕，要有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如果心里这样不够镇静，不能够清静，不能够镇静，一点小事就动心，一点小事就计较，没有定静这种定力啊，魔就心里边生出来了，那自信就会提出障碍啊，除了种种的魔障考验，然后呢就辗转之间，不小心不能够宣言内马啊，那慢慢的就走向这个经济坎坷之途啊，那就是茫茫然
啊，而自己的考验自己必是啊，那这就是以至于左右为难，啊，不知道何去何从，所以不应该是一点小事情影响到前途哈，左右为难，无所适从。再进一步呢，我们说这个清，干净的净，啊，干净的净人也需要，啊，修道人，啊，应该是心体无染，心没有心要干干净净，没有一些的污染，我们的是这个身体也要干干净净，没有一些的污染，所以身心意三业都是清，都是干净，那你就彻底做到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我们内心没有染尘，啊，没有恋尘，啊，没有染尘，也没有贪嗔痴爱，你也没有怨恨恼怒，你也没有重视恩爱，你也没有酒色财气，通通没有，内在的欲念也没有，啊，修炼心性，那就可以返璞归真，啊，心清。啊，身就静，就性就明，心要，所以身要正，口要静，练得纯阳之体呀，啊，我们的自性是洁白的，如同是白玉无瑕，才能够回归清明之本性，远离一切是非，内心干干净净，啊，心气常常干干净净，自性佛身。就能够经常地显现出来我们真正的妙智慧，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用之不厌，啊，如果心里很肮脏，啊，很污秽，气也破了，精神也给破掉了，那你就见不到自性佛。所以修道人要第一个要守戒律，啊，要严格地守戒律，啊，人在世心要出世，啊，妻为蓬莱子为伴，都要干干净净清清净净一尘不染，说我们的心，啊，如果你是干扰你自己，常常心不干净，一动就是不干净，一动就是不干净，就自己自找烦恼，啊，自己干扰自己，自己你攻发你自己的心了，啊，这样啊，自己的智慧就会慢慢的消失了。所以，哎，咱们现在的好像是这个思考，没有什么智慧的，就是你自己不清净不干净，切忌戒之啊，要大家小心的，啊，所以意念要干净，没有烦恼，一切顺其自然，没有烦恼的这种污染。就叫做的真的干净，我们修道人应该要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什么都好，逆来顺受都是快乐，啊，顺来逆受也是快乐。如果一个人常常啊是乐快乐乐道，自然明之为净，都是非常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如果呢常常有烦恼。啊，就好比是一个人呢自找烦恼，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啊，自己找烦恼，困坐愁城，天天自己烦恼，啊，
私欲杂念太多，影响你的心不干净，自然身体也就不健康。所以心要干净，手要口也要干净，身也要干净。这句话是再三强调，坚守戒律，要严格的要求自己，要严格的坚守戒律，那你的自信就会光明，那你的智慧好像泉源的，取之不尽。所以今天讲到静，我们修行人慢慢的来，慢慢的练。如果练到都能够做到静三步功夫，那你这种人呢是无往不利，到哪儿去，人人都欢迎你，老天也喜欢你，因为你太干净了，帮助你，老天也帮助你，大家也喜欢你，也愿意帮助你，那你就将来办什么事一定会成功，所以我今天呢，就是讲这个静三步功夫我也是做不好，不错，可是我要是朝向这个方向，达到了静，这所谓是要修道要真修没有真修下功夫这个是不可以的那好的，祝大家身体健康，圣欢如意好的，我们再见。在起太时间，在金东湖比，在青藏两山，在汉蜀间，为燕将军头，为济世忠贤，为张绥阳死，为燕长山生，我为了东宝，清朝李冰雪，我为出师了，鬼神起壮烈，我为渡江计，慷慨吞虎穴，我为鸡贼虎，你梳头破脸。帮我
王凛冽万古存，荡气贯日月，生死安祖伦，地位来一地，天柱来一尊，山岗是性命，道义为之根。借鱼勾洋酒，你也是不离独独出秋阳气转居送秋梅，烟火甘如意，求之不可得，兵方去挥霍，春园必变黑，鸟迹同一早，几起凤凰时一早梦不好，粉作勾中如此在寒暑，百里之皮，爱在君如常，为我安乐过。那一年的中秋，前人在玉龙调养身体，前贤们到玉龙向他老拜节。那时前人提到，在他老家乡的中秋节都会吃窝窝头，说着说着，前人突然好想念家乡的窝窝头，真想再尝尝窝窝头的滋味。随驾前人身边的经理，
赶紧请道亲买来了窝窝头。窝窝头送到玉龙后，千人拿了一颗在手上，只是浅尝了一小口。我们敬爱的前人，借由这窝窝头思念家乡，思念父母亲，尝到那窝窝头的滋味，就好似沉浸在家乡的回忆中。前人他老用尽一生的岁月，为小后学们开辟一条平坦的修道路，他老无怨无悔，无欲无求，只愿小后学们修道路上正修正办，一路平平安安。思念的窝窝头，是我们对前人最刻骨铭心的感受，是前人慈悲关怀的笑容，是前人默默地为我们永远的守候。思念的窝窝头，刻骨铭心的感动，就像前人慈悲关怀的笑容。思念的窝窝头，我要勇敢向前冲，不知不觉泪儿流。
指引着我们向前走。你们想想看，咱们师徒如父子，你们都是老师的心头肉，受了伤，老师难道不难过吗？整个人的脸，整个人的心，带着一种疑惑。此刻不是梦，看你的表情，似乎太多执着。心话当作像是朋友，给我最深沉的心。想起庭前中心盛开的花，景色依旧如昨。像从前的你和现在的你，不禁将人感动。谁愿意理我这个傻和尚呢？整个人的脸，整个人的心，带着一种疑惑。此刻不是梦，看你的表情，似乎太多执着。请你聆听我的心话，当作像是朋友。Yeah.
光明的路去走，不要再让你们的心再流浪了。千言万语难道尽，只希望徒儿时常回来见为师。不是回来佛堂才能够见到为师，只要你心中有我这个傻祭奠，我永远在你们身边，时时刻刻为师都跟你们在一起，好不好？不想心愿匆匆过，没有人能回头来看我，我只是个流着泪走在大街上的落魄人。徒儿仍为师强者，没有人会知道我脆弱。看见我走在雨里，你也不会为我担心痛。走遍红尘寻找我的徒然，我只想要不管风浪千丈，只要徒在身旁，我是真的这么想。走遍红尘寻找我的徒然，理想只想我要四处盼望，看见徒儿流泪，老师心碎感伤，叫我如何放得下。为师我爱徒儿永不改变，今天不因为徒儿一时的迷失自我，为师就放弃你们。为师我舍不得你们，因为一离别之后，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再看到今天发心的你，以后会变得如何。徒儿仍为师强者，没有人会知道我脆弱。看见我走在雨里，这里付出一切都心甘情愿，即使徒儿们不睬不理，不想接受不想听，为师我也心甘情愿，无怨尤。
再起一台时间，在金东湖比嘟嘟嘟，在青藏两岔，在汉蜀间，为燕将军头，为济世忠贤，为张绥阳死，为燕长山生，我为了东毛青草立冰雪，我为出师庙鬼神起壮烈，我为渡江计慷慨吞虎节，我为七贼虎你梳头破脸，帮我凛冽万古春，荡气观日月，生死安祖伦，你未来一地天柱来一尊，山岗是性命，道义为之根。借鱼勾羊酒，你也是不离，出秋阳气满，转居送穷悲，烟火甘如饴，酒至不可得，饮方去归火，春园碧天黑，鸟鸡同一早，鸡气风方时，一早莫不好，粉作勾中鸡，如此在寒暑，百里之皮，爱在去如常，为我安乐过。